大家好，我是 Timo。那我是那个 PTT 不能亡的专案。呃，我介绍一下我们的专案。呃，这专、個、案到底在干嘛呢？其实我们的专案有很多子专案哦。那子专案里面有呃做 APP 的，安卓、iOS，然后还有做中台的。中台是什么呢？好，等一下会说。好。 我们相信 A P P 很好理解嘛，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手机打开来有 A P P，然后可以上 P T T 就可以快速的浏览。但我们不想要做一个有广告的 A P P，对，所以呃有希望做一个官方的这样子 A P P。好，那现在事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？进度到底在哪里呢？好，呃，我们都知道那个 B B S 的城市嘛，哦，已经。 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已经非常多年了，都是用 C 写的。然后现在会写 C 的人其实没有这么多，那要找这样子的人才，呃，有点困难。那现在在学校学生学一些比较新的程式语言，那我们也希望使用新的程式语言来开发，着眼未来的十年哦。那呃，我们采用 Go 去改写原本 BBS 底层的架构的部分。 在中间长出一层 RESTful 的 API 作为中台，那这中台呢，提供未来 APP，不管是安卓、iOS，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个网页版的新版的 APP，都从这边可以取得我们的那个资源，parser 好的文章以及整个 PT 相关的资料，都可以从这边取得。那所以如果想要帮忙的话，可以做什么事情呢？呃。 如果你会写程式，呃，不管你对 A P P 有兴趣，对中台有兴趣，或对底层有兴趣，都可以去找各个专案的负责人。我们所有的程式码都放在 GitHub 上面，大家都是公开的，都看得到程式码的进度跟相关的内容。那如果你有想法想要聊聊呢，可以来找我。就 你希望整个社群朝向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？想要加什么样的功能？想要增加什么的样的效果？希望社群怎么样给一般的使用者做更多的服务？来找我。好，那呃想要聊天的话，可以上 e D、面的 Slack。我们在 BBS 还有在 PTT 这两个 channel 上面都有进行讨论。对，那呃。 如果你对后台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加入那个后台的小组，就是会做中台的开发，以及做最底层界接的地方的开发。对，那延伸阅读呢？我们最近又写了一些新闻，嗯、呃、好,好，自己写好，就是呃 P D 上面有那个，就是花了三年才重新开放注册这件事情的故事跟脉络，有上新闻可以看一下这样子。对，那呃 B B S 呃做到一半，现在这个。 中期的程度到上线之前的一些故事跟心路历程，我们有放在 P T T 的那个页面上面可以看得到。我们有写了一些我们的心路历程这样子。对，那最后，哦，其实我们一直都在 G 零 B，然后在 G 零 B 过去有各种不同的分享。这个专案是持续进行中的，虽然走得很慢，因为我们平常是上班族、是职工、是没有领钱的人，对，但是持续的都有在推进这个专案的进展。 对，那如果大家还有兴趣，更更深入了解的话，欢迎来找我聊天。还没有拿到 L 加的人，今天错过，对，赶快那个在离开之前，记得来找我拿 L 加。好，谢谢大家。